飞翔，张开翅膀拥抱太阳，像一道光，勇往直上，跨过山川和海洋，不可阻挡，无论多远，有你在我身旁，不再迷失和彷徨，穿越狰狞的时光，在等待的地方闪烁着光芒，就像黑夜的星光散落在四方，如浩瀚的海洋，梦想自由的力量，在追寻的路上探索着真相，就像黎明的太阳冲破那虚妄，照亮你我的远方。我在中途就故意露出了破绽，那些式神虚像也一直在很容易被看到的地方。我想这个陷阱已经足够赤裸裸的了，他一定看得出来。你们那边怎么样？消息顺利放出去了吗？放出去了，就等着他回头来找真王鹏呢。我们已经提前做了部署，让他以为真王鹏这里警备空虚，这样一来，我们这次设下的真正埋伏就可以大显身手了。果然还是首领他有办法。那个阿里肯定想不到这次的双重陷阱会有两次反转。接下来你们可能会有一场恶战，一切还请小心。嗯，放心吧，你们那边也注意安全。嗯。啊，剑瑶他，人呢？哥哥，哥哥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难受。有一天你真的消失了，我也绝不会忘了。萧远，萧远哥哥，你总算来看我了，阿里好想你啊。对不起啊，前阵子在忙些事情，没能来陪阿里。这些天阿里要好好吃药吗？有听萧远哥哥的话，每天都按时吃药，只是阿离的病还是没有好，再这样下去我怕不会有人收养阿离了。别这样说，阿离那么乖，一定会找到好人家的。不过阿离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，可以经常看到萧远哥哥。阿离从小身体就不好，不能出门，朋友也很少，但自从认识萧远哥哥以后，阿离知道了外面原来有那么多那么多有意思的事情。在孤儿院里只有萧远哥哥才真正对我好，像传说里的天使一样。在哥哥眼里，阿离才是天使。
阿里要听故事吗？要要。那哥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好。从前呢，有只布谷鸟离开了大家庭，独自生活在城市里，每天都自由自在地到处玩啊逛啊，可开心了。可是有一天，这只布谷鸟不小心被野狗抓伤了。虽然它拼命地逃了出来，但是因为伤得太重了，没飞多远就掉落到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，快要死了。不过庆幸的是，这户人家的主人是一个好人，他救了这只布谷鸟，帮他治好了伤，就放生了。这只布谷鸟啊，一直记得这家人的恩情。好多年之后，当他再次回到那里的时候，却发现那家人早就不在了。原来那户人家前些年出了事，全家只剩下一个很小的女儿还活着，但是那个女儿下落不明。于是那只布谷鸟决定要找到那个女孩，不论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。那后来呢？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见到那个孩子之后，那只布谷鸟啊就决定了，他要陪伴这位恩人的孩子一生，以报答他当年的救命之恩。最后能找到是挺好的，不过这样一来，布谷鸟先生不就没法像以前那样自由自在了吗？鸟儿就应该属于蓝天，这是书里教的哟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差点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有啦，送给笑眼哥哥的礼物。这个木雕是鸟吗？是布谷鸟，是一个重要的人亲手给我做的。这是阿离亲手做的哦，是院长教我做的，阿离好不容易才做好了一个。看，阿离还在上面刻了字，送给笑眼哥哥。阿离刻的时候也没想好是哪种鸟，不如就把它当做布谷鸟好了。谢谢，我好高兴，真的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它的。
小心！你的内丹也只能支撑短短三年，阿离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救你才好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节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还是救不了你。原来你每天出去都是为了这个。我居然一直都不知道。你想救他吗？这是谁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可以帮你。这是镇魂石。镇魂石？是的，只要借助这颗镇魂石的力量，我便可以施法让他不死，只是需要你付出一定代价，你愿意吗？不对劲，不要答应，只要能救他，什么代价我都愿意。这可是你说的，累不累的，不能忘记不了的呢。他给你的内丹便是你的武器。什么？白光？原来阿离所用的杀人白光是出自萧远。
不是，这句也不是。想要维持复魂术的运作，还需要更多鲜血的祭奠，替我去捕猎吧。这一切既是为了你们的复仇，更是为了我的计划。不，别去。萧远，萧远。萧远哥哥已经死了，是你害死了。如果别墅那晚不是因为你，萧远哥哥也不会被连累。是你，都是因为你，他才会死。我要你为萧远哥哥偿命。救救我，如果有一天我不留痕迹地消失了，那么又该用什么来证明自己存在过呢？萧远，原来夺走了我的萧远哥哥，死吧，为我的萧远哥哥偿命。赶快关注案件绅士微信公众号，最新资讯预告抢先看。绞尽力气的漩涡，拿了隐藏的线索，伪装有多迷惑，促使着我更执着，明枪暗箭或胁迫，谁又甘愿再沉默，要把桎梏都打破。命运的多米诺骨牌被无情推开，当面对未知的伤害，怎么能够掩埋，明知道征途是火海，再汹涌面都拨开，依然闯进暗色地带。
我必须替夏月完成一件事。看着你万劫不复，少了师兄那丹的帮助，复魂术要失控，但是我们已经没时间了，只能赌一把。